大家好，我是 Space Yoga 的 J 老师。现在我们要示范的动作叫平板式，英文名称叫 Plank Pose。平板式这个动作是有一点点强度跟难度的动作，它主要借由我们核心的稳定，去帮我们的骨盆的地方啊固定住之后，配合我们大腿的力量跟手臂的力量完成这个动作。所以如果有些同学没有办法做到完成式的话，有替代的方式可以去做这个动作。现在我们请 Denise 老师为我们示范平板式。首先在金刚座深呼吸调息，吐气到婴儿式，好，吸气头抬来，往前调整到四足跪姿。我们先确定肩膀的位置在你的手腕正上方，好，把你的每一根手指头用力的撑开来，指根的地方呢，每一个指根的地方往下扎下去，同时配合手掌心推地板的力量，肩膀的位置下沉跟耳朵的距离分开来。好，现在我们要来进行到动作。首先把你的肚脐往内推到你的脊椎里面，启动核心的力量去稳定的骨盆，所以你会看到我们下段背部这边里面有一块骨头叫做荐椎，这个地方是平的状态。维持水平的状态之后，先将你的单脚往后延伸出去，让你的脚跟踩在指尖正上方，所以你会看到你的脚跟跟地面保持垂直90度。想象把你大腿最顶端的地方再往上提，跟你瑜伽垫的空间分开来多一点。可以之后，肚子的力量收缩多一点，再把你的另外一只脚往后踢出去。所以你会感觉你的两个大腿前侧的肌肉启动，把你的脚跟往后踢，同时头顶的中心点会往前延伸。保持肚子收缩，保持你的肩膀的位置下沉，维持每一个指根的地方往下压稳，让你背部的位置呈一个直线的状态，这就是平板式的完成动作。好，我们现在请 Denise 老师直接示范在平板式最容易发生的错误动作。有些同学他肚子的力量不是很够，没有办法去锁住他的核心，导致于他的臀部的地方往下沉，会很明显的发现到他的腰椎的地方处于一个下降的状态，所以下背部的压力会很大。这样的状况发生，相对的，你的肩膀的位置会跟着往上耸起来，所以你会觉得肩胛骨的地方，那个肩肩的骨头的地方会往上凸。这个时候，你的手腕呢，腕关节的地方相对的也会有压力。如果你是属于这样状态的同学，我们做替代的动作，停留在单脚就可以。先把你的一脚膝盖跪在地板上，把你的另外一只脚往后踢出去，到单脚平板式。你先习惯在单脚平板式，找到你肚子的力量，找到你大腿的力量，找到你手臂的力量，去感觉这个时候你的下背部的状况，然后再换脚。随着练习的次数增加，核心的力量慢慢的稳定了之后，再慢慢的把你的双脚来往后到 plank 的完成式，膝盖跪，来吐气往后直接到 child pose。 以上就是平板式。